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。湿气比较重呢，经常呢会感觉到整个人疲劳，小腿呢发沉发酸。在夏天呢，湿气比较重，那你整个人呢蒙蒙的，睡觉也睡不好，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而且湿气重的家人们呢，皮肤呢都是油油的。那教大家一个祛湿的方法，这个非常简单，就是踢我们的小腿后面的承山。坚持去踢打小腿呢，而且小腿会变得越来越轻松，可以帮助你去到身体的湿气。下面跟着我一起来做。首先呢，把你的手搓着放在我们的肚脐下方小腹这里，好，手这样放着，放着了以后呢，那我们来去踢，用你的脚背，先用右脚的脚背踢打你的左腿的小腿肚，好，再来交替去踢，好，再来换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背面，就是你把你的脚背的时候呢，踢打小腿肚的中间这个位置就可以这样踢它。好，换过来，哎，再来踢它。好，换过来，再来。大家用力的时候一定要站稳啊，不要把自己踢倒了。好，去踢它。好，踢的时候呢，你力度要适中。比如你想用大力一点，你的脚就离得远一点，对吧？你要是用小力一点，你就离得近一点，然后它力度就轻一点。好，那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你的承受能力比较大，你就踢远一点，就像我这样，然后踢的远一点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它比较痛。好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踢轻一点还是说踢重一点都可以。这个踢多少呢，大家可以自己数数，比如你左右各踢50次都可以，也可以多踢。好，根据自己的情况踢完了以后呢，来你再看看你的腿是不是很轻松。如果很轻松，那就说明你踢的力度是到位的，是适中的。好，这个动作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练习，就是说我们没有事了站在这里就可以这样踢一踢啊，没事动一动呀，在家里啊，在外面啊，都不受限制。把锻炼啊、养生啊、调理身体呢给它归于到你的生活当中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，那你的身体呢越来越好。在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，也可以私信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现在已经立夏了，大家又开始要祛湿啊、减肥啊，然后塑造我们的身材，尤其是肚子大的油腻的家人们赶快行动起来。今天要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你要是没有时间去锻炼呀，没有时间控制自己的饮食呀，就要好好的每天做一做这个动作，坚持呢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，然后呢休闲的时间，随时随地可以做。这个呢就是拍我们的肚脐，拍肚脐呢可以按五脏调理五脏，那你的五脏好了，五脏气血足了，那你干啥祛湿肯定是自然而好的，那你减肥瘦肚子呢肯定也是非常好的。我给大家讲的方法呢，大家认真的去实操，不要看它简单就忽略了，越简单越有用，讲的越复杂你做起来难也坚持不了，最终肯定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做这个呢，找到肚脐要把你的手搓热，不管任何时候做手一定要搓热，如果你的手是热的就可以直接的去拍。好，这样把手放在这里，然后轻轻的这样一打开了以后呢交替这样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没事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做，比如你在这里哎没有事你就拍个几下。如果说你说老师我想快速一点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每天的安排的时间去拍，在这比如拍个5分钟以上，或者是一口气拍个300下。这个拍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哎整个腹部呢温暖的热热的，而且坚持拍呢你腹部里面堵的，然后有些人一按肚子痛呢有结节的，慢慢的哎开始通了，然后气开始走了，有的人甚至咕噜咕噜的，有的人拍完以后呢排便就增加了，排多了，有的人拍完了以后呢排大便排的跟水一样，就是肚子里面湿气太重了嘛，我们都排出来。好，坚持做，每天呢定时可以的练个3-5分钟，或者拍个300下，没有时间了就找时间，有空了就拍一拍，有空了就拍一拍，坚持多拍，效果呢是非常好的。好，对于大家减肥祛湿呢，把这个小动作练起来，争取呢快速的减下来，穿好看的衣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固本还阳步，它可以帮助你提升阳气，
像身体怕冷、手脚冰凉、阳气不足的，一定要好好的练习。首先呢，固稳还阳步，我们要怎么走呢？第一个就是你走的时候呢，用你另外一个脚呢去踢你的腿上的承山。承山呢就在我们的小腿肚啊，你把踢小腿的正中间就可以，你就能踢到这个区域。然后你的小腿呢经常的堵的硬的，那你把它疏通开了以后呢，对你的睡眠和睡觉是非常好。我经常呢会建议大家晚上呢睡觉之前呢把整个小腿呢去做按摩，按个5到10分钟，两个都要做，那这一晚上呢睡觉睡得非常好。而且呢有很多家人都给我反馈呢是很好用的。所以呢我们用脚来去踢这个承山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啊，好，给它踢承山，就是往前，你往前上一步，然后脚过来踢它，然后再落下来以后呢往前正好踢它，好，看到吗？这样去做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脚，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啊，好，我站好往前上一步，好，去踢它，然后落下来再去踢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脚和腿上的动作。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是手上的，把它两个连在一起。手上是怎么动呢？手上是前面是肚脐，后面呢找到我们的肚脐，大概往这个是命门。前面呢我们来用手掌来去拍打你这个肚脐，后面呢用手背来去拍打你的命门。好，这样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一回来以后交叉，交叉过去以后呢，然后肚脐，好，手去拍。那我们剩下的就把它两个坐在一起，就配合着步伐。好，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以后呢，然后呢手放下来，手放下来，然后左脚往前，左脚往前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来干什么呢？把你的右手拍肚脐，左手呢拍命门，然后右脚呢踢你的小腿肚。好，这样的话你去做的话就比较容易来落下来。好，再来走，好，踢，好，站好啊，别一下子把自己踢倒了，因为你用力过大了以后呢，你把你下面脚呢踢的重心不稳，可能摔倒。那我们干什么？我们要做的时候呢，力度要适中啊，力度要适中，找比较平整的地方，然后力度适中。好，走，往前交换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对吧？这也可以原地的，然后去做。这是固本还阳步，大家如果没有事的话，就在家里啊，或者在外面去走一走。你拍完以后呢，这个小腿呢会很轻松，整个人会舒服。基本上你做完晚上睡觉呢，就会得到很好的睡眠。而且呢，你做了几下，做完了以后呢，整个人呢会非常的热。大家做个36次，往上呢也可以增加。好，这个动作呢就为大家讲到这里。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，点击左上角关注我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睡前疏通小腿。有一些人呢入睡困难，失眠多梦，晚上呢睡觉睡眠比较浅，睡不踏实，没有深睡眠，甚至呢半夜容易醒，醒来以后呢睡不着，3点到4点醒。这个期间呢，家人们一定要来跟着老师一起来做疏通小腿呢，是非常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也是我最近的让大家坚持去做的。基本上所有的人睡前做完疏通小腿，第二天给老师反馈睡觉睡得特别好。有一些人呢可能有好几年时间比较长，睡眠都差，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。那要我们每天坚持做这一个动作呢，把小腿疏通，那你睡觉呢肯定非常好。大家呢一定要来认真的跟着我一起来做疏通小腿呢。我把它给它简化的特别简单，就是把小腿的内侧、后方、外侧来给它敲开。好，下面呢我教大家怎么做。第一就是疏通小腿，先把你的从你的手呢空手握拳，这样从前面，大家坐在床上做，我这给大家展示呢，就大家知道怎么做就行。
你们坐在床上选择最舒服的姿势，你觉得你小腿怎么放你就怎么放，泡完脚以后呢，你坐在凳子上去疏通也可以。好，先敲内侧，这样好给大家看到，先敲内侧，好，把内侧敲通这一溜，如果碰到疼的地方，你可以轻轻的多敲一敲，把这些酸疼的都给它敲开，痛则不痛，痛则不痛，这样去敲。至于敲多少遍，多少数量，自己定，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你自己来定。那我们把小腿敲完，再把你的脚踝、内踝下方这个区域给它多敲一敲。男生女生都要把这多敲一敲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要做的是，在我们的小腿的后侧，好，大家看啊，后面，这样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小腿这个地方肉比较多，后面大家可以多敲一敲。好，你们可以放在这里去敲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哎，看我给大家展示，你们放在前面这样敲，这比较舒服。好，敲多少下自己定，还是把你小腿后面这个肌肉里面有硬的结节、条索状的、凹凸不平的，全部给它敲开。好，那我们敲完这个要做什么？有一个重点，把你的足跟这一段给它敲，捶个100下或者300下。敲小腿，有的人呢小腿抽筋，还有呢足跟痛的家人们，把这个小腿敲开后面，然后把这个一捶，你的足跟痛这两个问题呢就能得到很好的调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步。第三步呢简单，做什么呢？敲我们的小腿外侧。好，从你的膝盖外侧，这样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可以把你的外侧这个地方敲一敲，外侧就是外侧脚踝这个下面。好，这样一二三四五。好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是小腿的中间。好，这个位置一般情况下大家敲的时候呢会比较酸痛，要多敲一敲。有些人呢现在呢可能出现一咳，有白色和黄色的黏黏的，像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把这多敲。我们能咳出来的是看得到的痰，那你看不到的都在你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里面都会存在，那敲它呢就把它化掉，然后呢代谢出去或者是咳出来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有个风笼在这敲它化痰。好，大家做完了以后呢，第三步做完其实已经够用了。如果你还有时间还想给自己的身体保养，重视自己呢，可以把手给它推一推，给它推一推。好，把前面推一推，对你呢也是非常好。好，这是我们敲小腿，一个一个做，先把左边做了，再做我们的右边。大家呢看完这个视频，晚上呢就按这个方法做一做，再看你晚上的睡觉，第二天起来呢可以来这个视频下面告诉老师你睡觉睡得怎么样。这一节课呢就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，点击左上角关注我，谢谢。